我叫关海，作为新入公司来观察 TFBOYS 成长的我，任务只有一个，给你们写出我的 TFBOYS 观察。好的，这是谁的手呢？哎，看到一只蝴蝶来了。哦，这是小凯。突然蝴蝶飞走了。要怎么证明自己是人类？那么主题来了，怎么证明你是人类？现在走过来的是王俊凯，我们看到饰演的是夏长安。接着是王源，他的名字是随遇，他冲我招了下手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回答了下。好，坐在台阶上的千玺名字叫陈浩轩。哎，刻不下这个字，不练战不练胜，练陈虽然也可以练作神，但绝不练战啊。又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 AI。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 人工智能的简称。看这里啊，长安撞了随遇一下。哎，又退了，又推了，还推了一下。哎，看来随遇摔得有点惨。怎么还不生气啊？是因为你程序设定不能生气。哇，这剧情有点意思了。突然我们看到画风一转，陈浩轩和随遇变身特工了，就是摩斯电码。还有这个电脑配置有点低啊。哎，一只熊蛮可爱的。哇，这个是小凯扮的。你知道阿斯莫夫模块吗？机器人三大法则，第一，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。三个人在学校走廊打闹，很温馨的一个场景。不过按照惯例，接下来应该有事要发生了。机器人必须听从人类的指令。哎，长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哎，你们快点跟上，来不及了。不过这个画面我就有点搞不懂了哈。你说一般上天台看气球的戏码，应该是带着最爱的另一半，多浪漫。可是带着自己兄弟到天台上来看气球，这演的是哪一出？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情况下，他能必须。好，浪漫完了，我们看画风又转了，这里是天台的兄弟反目了。我一个人面对，就一个。看这个气势，哎，随遇瞪大了眼睛。哇，随遇给了长安一拳，哇，我就想问问你脸痛不痛？反正我的手很痛，估计这是随遇此刻的内心想法吧。但随遇这一拳估计是爆了打球时的那个球吧。这段哎，注意看小凯的眼睛，哎，都红了，留下了落寞的两个人。那么他们在想该怎么办呢？这段应该是回忆了，毕竟三个人刚刚吵完架嘛，不会那么快的躺一块，所以我估计也是其中一个人曾经美好的回忆，看遗失的美好。小凯手上这个魔方其实蛮难的，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。好的，这样一个炫酷的开场，又到了本次的 TFBOYS 观察日记了。上周四公布的由 TFBOYS 领衔主演的《超少年密码》已经公开了概念宣传片，那么本周的观察日记便是封印解除的《超少年密码》先导片拍摄记录。隐藏着正义能量的钥匙啊，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神力。按照契约，光海命令你封印解除。超密码少年，哦不，超少年密码，让我看到你。1月1日，前一晚刚结束跨年晚会的 TFBOYS 便早早地来到了北京郊外的一所学校。这三天的工作安排是网络剧《超少年密码》的先导片拍摄。虽说雾霾中透出了一丝阳光，但是这样的温度在北京的户外根本不足够御寒。而这件军绿色大衣也成了三人这三天来的户外标配。然后小凯，你的手就可以慢慢提起来。吓一跳，对不对？我吓跳我哈，很冷啊。来 rap rap 来放火，好，加油！等下他们要上场前，你 rap 一段，带动一下气氛。老师，你看，你看，他零都不拍了，你也笑了。他以前是职业赛车手，对吗？他以前开环卡拉力赛，开了第二名。叫对对对，叫他们一下。一条就过了。放火会 rap 吗？需要的，他特别多才多艺，放火。是，你底下 rap 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对。
回焦点，三开始。来，笑开一点，没声了。来，笑开一点，笑开一点，嘴咧开，离了耳朵后面，快点。来，转圈，转圈，转圈。每个人转十圈，镜头，看镜头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笑，开心点，哟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瑞。来，笑开一点，笑开一点。那个小孩，谁家的孩子呢？快点，笑开一点。转过来，面对镜头这边，对，笑开。快笑开一点，笑开一点，笑得像烂柿子一样，快点笑开一点。哎，拍手拍手，跳跳，转圈转圈。咔嚓。就是那种赛场，就是那样。等到下场你输了，天气好娇羞啊。嗯，为什么你这么娇羞啊？他就不知道之前的。来个，来个镜头画。可以。连哎，王源那个刚抓住没有？对对对。因为先导片大部分场景都在天台的缘故，所以在这有限的环境里找点趣事，也成了三人的当务之急。我给他唱一首《深情款》。听见了吗？我给你唱完了。唱了五个小时了，可以试一下吗？应该没有相对关系的。你四百米跑多少秒啊？我四百米五十三秒。哎，哎呦，你四百米五十三秒？是啊。你一分钟跑我就给你一千块钱。不，你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分钟跑我就给你一千块钱。他输了，他赔你五百，你赔他一千。就这样。对。你干不干？就以前咋的状态？对，你就说干不干？不干。给你加了七秒钟。送吗你？哦，是可以的，我帮你压，好吧？你腿得打直了，打直了。下面这个腿得打直了。第二天，你打上去吗？有冰啊！红豆，大红豆，芋头，擦擦擦擦擦擦，你要加什么料？红豆，大红豆，芋头，绿豆粉圆米苔木，花生爱玉和仙草，芋圆荤桂小汤圆，清冰糖水牛奶冰，甜的辣的和咸的，香的臭的最棒的，怎么搭配随便你。才为我鼓掌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，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，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，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。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，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。来，给你上去，就拉拉他，对，拉他，甩开，不甩开，空的，对，然后你们可能就站一个，对，站一个，对，对，然后谁？浩轩，浩轩收词啊，对，来给他。你看，你勇敢一点啊，哪怕只剩一点点，说过一个人就是一个人。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强一点没关系，对，因为你不要打他嘛。还没。他打脸还在打肚子。啊，打脸，打脸，打脸。我想要弄你血浆。那打脸为什么还要？来，来哈，我先打给你看怎么打，你看我打导演怎么打，这样你给我看一下，这么一锤，这么勾锤勾下去，你们可要点默契。OK， 你俩默契好点。这样啊，我镜头会帮你的。他先说，你再打。好，来，我说过，我一个人面对，就是一个人面对，你们不
要管。好，先不打，先生气，他说了话你绝对不中听嘛，对不对？先把气做足了再挥拳，是兄弟朋友之间那种挥拳。你们不要管我。夏承安，你在怕什么？我们又不是还有我们吗？我们都在这儿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对，这是你抬起头，看一下，磨一下嘴的。抓谁？浩轩又抓了。浩轩又上拳，抓你！你抓着他，你先这样说，说话讲话，没人先不甩，先说话。我们是不是朋友？你说。咱道歉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你说啊，最后问你一次。对，牙子上楼，兄弟情。这首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陈绮龙发明。我记得是那个《夏洛特》里面。哦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马东没喜欢向日葵，秋他不喜欢拉他的男的。秋衣不要塞在秋裤，秋裤不要塞在，说穿秋衣不要塞在秋裤外面。上楼那里块。他喜欢张国荣，扛了一朵玫瑰花。哎，牵引我傻，知道自己配不上，悄悄的。不要播这个，不要播，直接就选你这个。哎，不要播啊！这干嘛？你放我一起。我们来玩跳房子吧。你打我脸干嘛？啊？你说啊，你打我脸干嘛？先把你推了的，好吧？什么事？耶！对战生气了，上楼。开始。你能勇敢点啊？哪怕只是一点点。天熙，我问一下啊，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是对剧情有些都来快半年了，还刚来。我是对公司，我对这个剧情有点不解啊。你们看，就是王俊凯他需要帮助的，他有事情瞒在心里面，你们两个想帮他，对不对？你们就说什么事情要自己扛，但为什么你们非要揍他呢？既然你们是要帮他，为什么非要揍他呢？因为那边天台是尽头，他往墙角会掉下去，所以你们就要揍他是吧？找了稍微忍一下。好，高效靠背。热可乐吧，那个对，可乐。热可乐还有。那个、是姜汤好不好？泡姜，可乐加的姜，可乐汤和姜是可乐。是不是那个可乐里面加了姜糖？就是有那种白砂糖里面有姜。那什么二氧化碳？碳酸怎么写 ？CO2 啊。碳酸那是、个、二氧化碳。碳酸啊，加了姜就很辣辣。碳酸就是啊，碳是 Ca。碳是 C， 是吧？那是钙 ，C A 是钙，好吧？看王瑞都可以教你了。是啊，是啊。王瑞刚刚那句说氢氦锂铍硼硫氯氩钾钙。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。活动刺激。对，金属活动刺激。不行，这个太活跃了，那些金属。这个哪里活跃？那么简单。就是。就是金钱嘛，你就说金钱的。就是元素周期表最左下角那个金属越活泼嘛。四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其他金属根据它跟酸的，你背一下金钱的排了一个表，就是金钱，氢钱，氢钱是什么？氢钱的那个金属，就是氢，活跃氢为分界排的。这道题我背不出来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在片场，林园有一个不忘记纸飞机的小孩。强哥，抓住他的门脸。
您太大了。为什么飞机的时候要哈口气啊？有气势，他这都是前提吗？然后刚才录了一个小时的小说，要吐了。嗯，你来，我们这个还记住啊？还记住啊？我的目的是钻到让他钻到那个箱子下面，看看。我到哪儿下边去？哪边？你让我去下边。我走下边去。你在干嘛呢？啊？人不上来的，怎么？这？今天的最后一场戏是王俊凯和王源在篮球场上的对决，而见到篮球的男生也总是这样兴奋。
你是有 N 久没打篮球了是吗？是吧？有多久没打过？一年吧。一年。是不是觉得关怀现在越来越帅了？啊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傻。哪儿傻？就那么的哪个你还要飞过来，感觉自己像飞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拍出来效果就是我飞过来。哟，坏人！今天干。也行，直接打。没有，我现在这就是直接打加强版了，打球还是打的，都可以啊。你想，你可以。那你忍着点哦，我不能承受这种尺度。我现在正在加强版呢。嗯嗯。对啊。加强版的。哇，就可以这样，就比如说他打，然后就直接把球扔了，然后直接。也可以啊，这样不错不错。我这还有。刚才给你自己来真的。你像这样子，比如说你是王一豪。对对，好，这个加强版，好不好？抓紧了啊！好，来，起拍！给你先拍一下，来，起拍，快点，最后位置。顺势倒地，我就可以拨出去，快点滚几圈。演戏呢，现在在演戏，快点接力啊！倒倒，都动作都做成那样，我怎么倒？他打我。